于其实我觉得跟你的同学，就第一个上来的小朋友，他的如何提高水平，两者之间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水平提高了，那自然我们的比赛成绩也会有所提升，可能我们就会取得更多好成绩，比如说学校的冠军、市里的冠军，甚至全国冠军，这些成绩是有提升，而最主要的就是实力。一年级女子组第一名赵州卓柔。谢谢侯老师。